阿妈想要问你讲，你什么时阵有闲？想要约你出来吃饭，多谢你送我衫。你有讲什么时阵有闲嘛？确实讲，你们今年搞得爽啊！冇紧啦，冇紧啦，恁爸爸看卖咧啦。我想跟庄大志喊讲，这是是的，是是妈妈。刚刚大嫂为着要帮侬二哥，我们公司先去换一个房间，共伊拖转来。阮也是为着要应付爸，啊，所以今天我就介绍你啦。啊，你拢唔惊？大家怀疑你有其他的私事。我认的是冒险团，用我的方法。哇，阿神老爸跟妹妹比着拢护航，想我跑到关外嘛？我来比着护航，我来关。小威哥，你真唔能善良。保护这个家是我的责任，啊，关关和阿妈，这代志我来做才对。这根本，这残像，我唔是这个家的囡仔同款。你莫阁骗我啊！你伫个酒家甲二哥讲的话，我伫个外口全部听到。我哪有甲伊讲啥啦？趁即摆也会付的。你赶紧把你的感情收倒转来。只要你愿意倒去个人身边，看清楚，因为你嘛同款去介意着恁二哥啊。你莫有白编故事啊！是我咧编故事，还是你唔敢承认？你嘛去介意着恁二哥的事实啦？你才像大嫂讲的，对我讲要告我的二哥有感觉。我可以，我哪会那么可怜？我变过了。